在看你哪里？今天听你那个，昨天我新拿的那碟，加上还在他听吃饭边吃饭，我同意。他说你说那个哆来咪发嗦，就是你和那个是嘛？他学点就原来嘛，他就说我也没听明白说什么。他说那个哆来咪发嗦不什么什么意见，他太听了，太短了，我一声音他说话。听着他就在听。对，就是讲理和乐的关系。哆来咪发嗦拉西，是吧？每个人都要守住这个理，刀就要干刀的事儿，乐就要干乐的事儿，这是理，理就是制度。你这刀就要干刀的事，你绝对不能想乐，这叫尽本分。正是因为每个人都尽本分了，所以才能弹出一首美妙的乐曲。就是理和乐是相辅相成的，是吧？如果没有了理，刀不干刀的事儿，乐不干乐的事儿，这个乐器就和谐不了。所以这个中国人治理乐啊是非常有道理的，治理的目的是为了乐，而乐呢是理的体现，没有这个严格的理就不可能有美妙的乐，没有这个美妙的乐，这个理也就没意思了。就掌握我们天涯的对，就是这个。真是太，因为我们公司在做这个乐，现在说我们俩还不活跃，三个我就看人越来越少，都说那个嘛，反正工厂各个部门都不忙，现在一看就五六十人在听。我们俩要是回去，可能200人在家里边听吧。然后就是，听听就是，反正就说这个地址规则是给我的，他们好像受益的人可能不算特别多。所以一定要严格的坚持理，在理上不能含糊，所以你才能和谐。就和那哆来咪发嗦拉西这七个音符绝对不能含糊，不行就得调嘛。你看钢琴，就得找调琴师来调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就是要保证你严格的理，严格的制度，严格的岗位，然后这个厂子才能运转起来，这个家庭才能运转起来。哎，所以这个《弟子规》就是家庭的理，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含糊。哎，爸爸就是爸爸，妈妈就是妈妈，孩子就是孩子。哎，你就是不能跟坏朋友接触，你就是得，做事就是要谨慎，这个绝对不能碰，碰了这个家就完了。在此之外，所以不能碰这个东西，正是为了创造家庭的和谐。它跟家庭和谐是绝对是相关的。很多人就放弃了这个理。那这种和谐，这不叫和谐，这就慢慢退步了这个家庭。其实你这俩孩子都挺懂礼貌的，我觉得，其实也没必要，就您要是不能接受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啊，或者什么，我可能有两个原因：第一个不知道说什么，是吧？第二一个可能就是他还有一个这个，还有一个这个面子上哈放不下来，没想清楚，不着急，其实自己慢慢跟孩子在一起，他自然就能体会到。其实一种马马虎虎的忏悔，倒不如一个真人实实在在的行为。我们很多人就是，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啊，我忏悔，我忏悔，其实根本就不发自内心。哎呀，也是一定要真诚，一定要真诚。你挂在嘴皮子上，承认也快，一会儿犯的又快，不走心，这个不行，一定要走心。有什么问题？你今天？我就想大声一点。你刚刚在问什么？大声一点。我就想跟胡老师开示一下，就是我觉得，就是所有对待家人，最大我的一个毛病就是，对待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的情，我很容易起自己的情绪，控制不住。然后他有时候小孩吧，你觉得我为你好，他有时候说一句批评的话，我听了会很难受。然后就很难再很理智的去对待他，像您说您跟你儿子那种，就是您说对众生的时候，所有的情绪自己的意见都要放下，我就怎么做到？对，你看你对我就特客气，对吧？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对这个生人啊，不熟的人，容易微笑，容易包容，容易客气。我们特别是跟这个熟人身边的人，
往往就像您一样，根本就没觉得女儿是众生，觉得就是熟就无理了，熟就无理了。而且呢，就是这个就放，咱们说不好听就放肆了，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了。哎，所以我们一般对爸爸妈妈都是这样，对孩子也是特马虎，特别不谨慎。哎，你对他不认真，他就对你不尊重。你看我们为什么对老何那么尊重，从来不跟我们细论，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开过玩笑，是吧？什么时候跟你说过随随便便的话，就是不着五六的。北京人讲话的片儿汤话，你看老和尚说过一句都没说过，说言之有物。所以语言这个东西也特别重要，绝对不能随随便便的，就不走脑子这么说，一定要严肃。哎，但是严肃并不代替不活泼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并不代替不活泼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你也拿的是特别要注意，就是说又要言之有物啊，那采用的方式又特别友善、活泼、有兴趣，这个孩子就容易跟你在一起。我们要不然呢，就说一些不着五六的话，特随便，啊，在孩子面前没大没小，没有这种尊严，是吧？长幼的这种尊严，要不然呢就是训斥，啊，要不然就是发脾气，就给脸子看，这都不行，啊，所以我们就观察师父。你看他跟我们在一起，从来没说过那种就是没有内容的话，要不然他就不说，他就用他自己的身体的语言来教育我，要不然说出来就是言之有物，这个是特别的，我们特别需要学习。那我们跟孩子在一起呢，就容易，要不然就急，要不然就不管，这个不行，也就是说。这个孩子做的不对了，或者你认为做的不对，你认为发脾气能解决问题吗？对不对？其实你自己也不承认。那说那孩子这样呢，我就忍。你真从心里头觉得孩子没有不对的时候，这你才能解决孩子。你什么时候你觉得孩子没问题？就那我看着员工明明偷东西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能我怎么忍？我能不管吗？对吧？这个管不管不重要，应该管，但什么时候你才能管到好？你真的不讨厌这个员工，你真的觉得这个员工没错，你这个时候管他有效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不是不管，是在什么状态下管。您抱着一种对立情绪，特恨他，发脾气，你乖着他，你发他奖金，你发他工资，这个管没用。这个东西特别奇妙，什么时候你从心里头不觉得讨厌，你不觉得他烦，你不觉得他不对了，那个时候的管特别有效。所以不是不管，第一步先要平静下来，先要不觉得他不对，哎，只觉得他可怜，只觉得他不懂道理，他没受过这个教育，对吧？我有这个责任要帮他，他今天来到我这儿，对不对？我呢，要不然是他的母亲，要不然是他的领导，我不管谁管，你抱着这种救众生出苦难的心，你一定能管好的。如果你抱着他占了我的便宜，他不听我的话啊，他占了公司的便宜，他假公随私，他利用他的权利来搞贪污，我们公司经常有这种事儿。你要抱着这种有我啊，有我这个这在里边，你肯定管不好，就对立了。不是说这学佛的人装傻充愣啊，明明看到不良现象，也不管，明明看到不对的事情也不问，不是，是说从你心里头不能觉得他不好，不能从你心里头去跟他对立。你什么时候把这情绪你这情绪放下50%，你就能帮他50%，你能放下100%，你就能帮他100%。所以实际上这是有利于你教育他的。对不对？你看我们讲那个陶行知校长那块四块糖的故事，听过吗？啊，就是一个孩子在学校这个叫操场上，男孩拿一个砖头，是吧？打另外一个小男孩，然后那个陶行知校长，北京育才小学的校长，大叫一家陶行知，他
他就是发现这个学生拿砖头在操场上打那个学生，是吧？那这是很厉害的一件事，这个一拿凶器，他就制止了，说你不能再打了，然后说回到校长办公室去找，等着我。这孩子放下了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校长转一圈回来了，见了这孩子。这孩子一看校长来了，肯定是一顿乖的呀，没什么说的呀。操场拿砖头打人，开玩笑的。陶校长，见了陶校长，先给他一块糖。我校长啊，奖励你一块糖。为什么呢？我让你住手，你就住手了。你这孩子听话。这孩子一听就吓一跳，对不对？我让你住手，你就住手了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这孩子就懵了，没批评。第二一个呢，我让你来到校长办公室，你就准时来到校长办公室，这是奖励你的第二块糖。准时，你看，陶校长一点都没忽悠他，对不对？没有说哎呀我学佛了，对不对？明明你错了，我说你对，我跟你是慈悲，我跟你是团结，没有。他说的确确实，我让你停就停了，是不是优点？听话呀，我让你到你就准时到了，是不是挺守时啊？这两块糖都不是白忽悠的，这就有点像我们，这就完全跟我们的净空老和尚一样，他跟你好，他绝不是让你高兴，对不对？他是言之有物的。然后这个校长奖励你第三块糖，啊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就问同学，你为什么拿砖头打那个男孩？说是因为那男孩欺负女同学，你呀看不惯，你拿砖头打那个男孩，说明你这孩子有正义感。第三块糖给了他，然后这小孩一听这，说校长就哭了，一句批评都没有，小孩就哭了。哭了完了以后呢，校长说：“我校长，不管怎么说，也不应该打这个同学。想说奖励你第四块糖，你知道错。”然后那同学说：“那下边呢？下边没了，我们的谈话结束，回去吧。”你这四块糖，五分钟不到，你看我们看人陶校长是怎么处理矛盾的，对不对？一句批评都没有，自己觉悟了。自己的觉悟，自己知道错了，这是这才叫真改。哎，所以你看，在跟我们昨天讲了三毛的老师怎么对待他，你再看看陶校长怎么对待这个学生，你就知道为什么学生他有好有坏，有成功和不成功，对吧？你看昨天三毛那个，明明是人家背下来一点错没有，最后他不服，然后让他重新考，考了个零分。就给人眼睛拿那个毛笔画成两个大圈，让人站在全班的门口，然后所有的同学从他面前走过，刺激的三毛，损，挖苦，损这个三毛，最后三毛就受了那么大刺激。你看人这孩子，对不对？明明他拿砖头打人，那很多家长，很多，我们就拿这个故事来检讨，我们很多家长，很多老师是不是这么样全面的了解情况？那孩子一走，人陶校长就了解情况，为什么要打呀？多负责任呢，我马上就要回校长办公室了，我就要跟他谈了，对吧？人说呢，他因为有一个那个男孩欺负这个女孩，所以他看不惯，他拿砖头打他，那这应该表扬啊，起码有积极的成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最后采取的方法不对，那只是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，那这孩子是出于公心，对不对？是护持正义，就奖励他一块糖，这孩子自己就受不了了，就承认错误了。这个是最究竟的教育方法，自己知道错了，四块糖的故事，这个是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。我们这一个故事看懂了，学明白了，跟谁相处都懂，跟谁相处都懂。啊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，你看有些时候我们那员工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啊，其实是怎么回事？就批评人家怎么上班能睡觉啊？你怎么不守纪律？其实人家是昨天晚上照顾老婆婆一宿，老婆婆腰椎间盘突出，睡不着觉啊，疼啊，还给老婆婆揉，揉完了以后呢，这第二天早上上班就没精神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孝敬啊，对不对？
然后呢一晚上没睡好觉，今天早上到办公室来，中午的时候就睡着了。因为我们作为领导，有些时候很，哎呀，你那是睡觉罚，是吧？扣什么这个奖，然后上班不许睡觉，是不是？啊，也上班也不许聊天，不许说话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看人家聊的是什么呀？你聊的可能是家里什么孩子的事儿啊，什么，这个没扯闲天。我们往往很少有这个耐心，全面的观察这个，就是我们跟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，经常孩子有些问的问题，我们很讨厌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人家提这个问题是有道理的。好，我们认为是在挑战我们，实际上不是，他真的不明白。所以跟孩子在一起还是要首先是要把自己的性子给耐下来，不着急啊，现在很情绪很激动，念会儿佛让他平静下来，跟孩子聊啊，不要一上来就叨叨叨，就不对，而像大明这个过两天想清楚再跟孩子说，而且不抱着一种特别激动的情绪说，特别理智的情况下说，特别冷静，这样你是说的话是有分量的，你是有质量的，你不是说今天跟胡小林聊完了，今天回去就哎呀，你说我做的不对啊，原谅爸爸，下次再不这样，没用。到底不对在哪儿？对吧？下次怎么办？对吧？你先想清楚，别开空头支票，就怕这个，哎呀，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过两天又来了，就他就没信心了。哎呀，所以能做多少说多少，千万别夸下海口。这个是挺跟孩子在一起，你别看他小，要千万不能随便，特别要谨慎，特别在孩子面前穿衣服、吃饭、走路，不能嘻嘻哈哈，但是不是说特别绷着个脸，那也不必要那样，就是说一定让孩子觉得你特亲切，在亲切当中呢，你看是老和尚跟我们多亲切，但是他不识个眼，不识个眼。这个是挺重要的，明白吗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觉得呢，我总是会看到他不好的地方。对，我觉得就是我说的话，当你没有看到他不好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再教育他，你觉得可怜了，我作为你妈妈，我没尽到责任。那昨天师父说印光大师为什么他还生惭愧心，即生忏悔心，是因为他看到这么多众生没得到度，我干嘛来的？我没完成任务，我一个出家师父，我就是要度化众生，众生今天这么迷惑，对不对？我的责任没完成啊，我的责任没完成，众生这么供养我，我怎么能在这好好的还踏踏实实待着呢？惭愧，那你首先应该升起惭愧心。她是你的女儿，她今天发生这个问题赖谁？肯定是你的问题的。第一个要检讨自己，第二一个就得赶快帮他，哪还有时间？这个你看了凡四先生说，是吧？若得其情，今爱勿喜，对吧？这个可怜他还来不及，你还能恨他吗？对。那我们说对身边所有人都是这种，绝对的，绝对的。但是不是说不采用严厉的口气？不是说不用打的方法，但是你的存心很重要。你不能说因为我生气了我揍你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今天正是因为爱你，我不打你，你根本就改不了这个毛病。那这个，我有一次是我儿子过来，他们同学来过来跟人开生日 party， 开生日 party 完了以后呢，约好了大夫看牙。大夫看牙完了以后，这个那约好时间的同学都来了，玩儿正高兴不去，他就小孩不就这样吗？高兴的不去，对不对？那能行吗？他跟你说好了4点半约好牙医了，你不看能行吗？是吧？那他有3-4个同学都在那儿一起玩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时候他就玩的就尽兴啊，他就忘掉了他。
别说了。那我就非常严肃，我说我这一拉梁去不去，就这一个表情他就得站起来。那我带着同学都去，我说这可以，然后同学反正一辆面包车嘛都去。上了车他忘了带他那个牙套了，那你怎么看呀、啊、人家就是要看你这个牙套戴的效果。完了，算了，我不行，那都开出来了，他忘带，我开出来你得跑过去。我说你去不去啊？那哎呀，儿子去吧，那不能哎呀，对吧？这个很严肃的事儿，对吧？他就回去了。就是该坚持的时候一定要坚持，该打的时候一定要打，但是一定抱着慈悲和可怜他的心打，你知道吧？这样他能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方法不是恶意的，不是恶意。其实平常跟孩子在一起，有时候这种理性的接触，这种亲爱的接触，其实用不着他，他就自然那种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不愿意让你伤心。就说你看你女儿会打那狗吗？打死他才不会啊！他再拉屎，再怎么弄折腾他，他也不会。他为什么？他就像他妈妈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舍得打那个狗啊？要说那狗不通人性啊，那狗做的事情比人，对吧？它是一个动物啊。他为什么不打他？他为什么不跟他生气？对不对？就是因为他爱，对吧？你刚才看你女儿，两个女儿玩那个，跟那狗在一起，那狗肯定是不规矩啊！那要跟人没法比，那没法沟通啊，对吧？有些做很多事情，那他很打搅他，他为什么不生气？就是因为，所以你要跟孩子建立这种关系。你知道吗？让他像爱狗一样爱您，那就全办了，哎，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，哎，所以这个是，而且这种爱呢是在我们今天说的是吧，在礼乐的基础上的爱，礼呢就是一定得有原则啊，一定得有这个尊卑长幼得有秩序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在这种基础上的爱。不是说连这都抹平了，是吧？连兄弟姐妹的爱，这都不行。那老师，他对狗有爱是怎么生出来的呀？啊？对狗那种爱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对狗那种爱，你觉得它怎么生起来的？你说那个应该是从父职有亲到外方外扩爱，那我觉得家因为狗顺着它，对。所以我有。所以孝顺呐、啊，这个顺特别有道理。因为什么呢？狗顺着它。啊。狗在他面前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欢欢喜，一见他就摇尾巴，啊，就是弥勒佛呀，逞欢喜相，对不对？你说狗在他面前什么时候拉过脸？没有啊。这个孩子狗完全顺着孩子，所以你看这孩子就喜欢他，对不对？我一直不理解，我说你他买了很多狗和猫的书，我说你对狗这种爱如果扩展到对妈妈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有错，因为你不像狗那样对待他。我是长大你去当那什么了，当那个动物园管理员那种，很讽刺的就对狗这个好。他晚上三四次给那个狗，那个狗小，那小小的狗，该背下来，完了跟着笼子就蒙上的东西。而且你确确实还有一个是狗顺着他、嗯，再一个呢狗需要他，所以你在孩子面前你没有让孩子觉得。这个他需要他妈，他没觉得你需要他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他爱那狗？他没狗没他真不行啊！谁给盖被的呀？他跟狗同命运共患难，对不对？那么狗病了就是他病了，狗冷了就是他冷了。你要像他，要你那个狗需要他。如果说他要这么需要你。他实际上是像狗一样需要你，但是你没有需要他。没有给。没有给他。养狗都能。绝对不如觉悟。对，所以第一个狗是顺着他，从来不跟他对立。有调皮的时候，对吧？肯定有不太听话的时候。那多数的情况下，那是非常顺着你女儿的。狗忠啊。对不对？从来没二心，对主人狗不嫌家贫的、啊。你踹我打我，我都不离开你，而且一见你面就摇着尾巴摇着头就过来，
就和你进了寺院先看的弥勒佛一样，什么时候都成欢喜相，让人一看就高兴。那狗很成功啊，狗很成功。我们人啊，我们人不行啊。再一个，那狗就是我们说顺着你，我们要恒顺众生，我们也会得到众生同样的回馈。这个孝顺呢，不光是对爸妈吧，啊，可能老下也得这样顺。嗯，绝对是。顺不是说没有理，我们说那顺不是说随随便便就爸爸当儿子去了，是吧？那不是那个意思。顺着他是说你要随着他的情况接受他，接受。但是你是在站在爸爸的角度上来接受他，你不是站在保姆的角度上来接受他。你明白这意思吗？你比如说你家有司机，对吧？司机跟孩子的关系，对吧？那孩子可能跟司机说话就不像跟您说话那样，对吧？就可能比较轻松啊，或者比较随便啊，是吧？但是你绝对不能造成说他跟同伴是这种口气，跟你也是这种口气，那你就失败了。啊，在爸爸面前一定要恭敬心，因为你必须得扮演你是启发他恭敬心的人。他跟同伴不需要恭敬。那当然他能对同伴也恭敬，那他成佛了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起码他要在你身上练就这份恭敬心。他到哪儿去练恭敬啊？你不让他练，那他就练不出来了。所以这个严父啊，这个父亲的尊严一定要树立起来。不是说我们要面子，那我们当爸爸的，对吧？我是家里老大，钱是我挣，并不是因为这个你让他尊重，是因为你怕孩子没有一个恭敬的对象，从此就没有练就恭敬心，以后他走上社会谁都不恭敬，因为什么？爹都不恭敬，他走上社会谁都不恭敬，那这孩子有前途吗？敬畏心没了，谁能把孩子的敬畏心打造出来？只有您，家里阿姨不可能啊，黄姨怎么可能让他尊敬呢？对不对？你而且人家也没有这个责任呢，说把孩子的恭敬心培养出来，只有你。所以当父亲有些时候很累的，不苟言笑，该严肃严肃，该绷着得绷着，对吧？你看我跟孩子在一起，每天早上起来从房间出来，必须得就像老和尚似的。你什么时候看能找人家随随便便坐着，随随便便的站着，随随便便的穿衣服？没有，始终就给我们留下一个特别庄严、谨慎、体面这种形象，就让人油然升起这种，他那个氛围就让你穿个 T 恤衫，是吧？然后这蓬发垢面的，是不是？胡子也不刮，脸也不洗，啊，大脚这二大腿翘着二腿上，是不是？吊儿郎当的跟朋友说啊，你在哪儿呢？那就这个就完了，这就什么都，他就一点恭敬心都没有。什么时候都得是亲切友善，就是勒着自己。但是什么叫礼节呀？就竹子节儿，可以高兴，可以喜悦，但是必须得有节制，不能放开，啊，什么都要适度。好多家长带孩子出去吃一顿晚饭，跟朋友一下喝了八两，对吧？在孩子面前那种随随便便、敞胸露怀、骂骂咧咧，完了，这孩子一点恭敬心。所以，我们要为人师表。一定要时时处处注意这个问题。对，不能随便，不能一高兴就什么东西都要有个节制。我有一个疑惑，就是说，其实这样跟家人啊相处的越好越圆满，那其实是不是他的情谊是应该是越淡的呢？还是说这种亲密会越？对呀、啊。肯定的，他爱你，舍不得你，见你就掉眼泪，是吧？然后这，所以他才能跟着你进入佛门。他有很强的情执，他离不开你，你走哪儿他去哪儿，走你走到佛的世界，他就跟你到了佛的世界。目的在这儿，不是要哎，欲令入佛智，先以欲勾牵。他有爱的欲望，你就利用这种欲望把他领到佛智当中来。等他进入到佛的殿堂，才知道哦，这是情执，这是染污。其实。不是放掉，是把情执转成慈悲，啊，转烦恼即菩提，没有说把烦恼给掐了，你去找菩提，没有，你把冰都扔了，你就找不着水嘛。冰跟水是一回事儿，是吧？它对我们今天有染污呢，那叫爱；如果没有染污呢，那叫慈悲。那
那他有了爱得恭喜他，他对你爱的越深，他说说明他以后对众生越慈悲，他爱你的力量越大，他以后慈悲的力量就越大。所以这种爱一定要培养，而是浓浓的爱，浓浓的母子情，他对你是百依百顺，对你是百分之百的信心，你让我学佛我绝对学，不会错的。为什么很多女儿劝妈妈学佛，劝家长能学，为什么很多男孩不行啊？就是因为女孩跟爸爸的小棉袄贴心，是吧？肯定嘛，女孩心细啊，对不对？照顾爸爸呀，是吧？女孩又是弱者呀，依附在爸爸的妈妈的身边，所以他们劝人学佛特容易。哎，我们这些男孩劝人特难，哎，特别特别难。所以一定要注意，什么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到什么阶段说什么话。欲令入佛智，先以欲构前。他爱你就是最大的欲望，他对你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这是他入佛门最好的条件，对吧？你首先他对你不信，对吧？对你不爱，你说你领他去学佛，他肯定打着问号，真的假的呀？你为什么呀？就老和尚这么慈悲，讲了这么多年经，人一看这老和尚图什么呀？他才问这个呢，对不对？他可不那么认为，就是为了爱众生，肯定是他要问你图什么，所以一定要烦恼没了，菩提就没了。哎，他越热情，说明他越有出息；他越真诚，说明他越有。就怕那个什么都没有的，无所谓，皮他，不鲜明。你看，我们晚上做梦。梦记得越深，你白天就梦里如果是你记得特深，你白天就能想起这个梦，对不对？如果今天做了，做什么给忘了，对不对？有这情况吧，是吧？行，反正做了，但是忘了，哎，这就不可取。像你这做了梦，你第二天还能想起来，这个梦就能提醒你，就让你觉悟。为什么呢？哎，我睡觉做梦这颗心，跟我醒的这颗心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是不是一颗心呢？肯定是一颗心。那为什么是两种状态啊？对不对？一个是醒的心，一个是睡中的梦中心。如果你不做梦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梦里的心呢？对吧？如果你做梦你说你睡觉的时候一个梦都不做，你就认为你睡觉的时候没心，可以了，心没活动吗？但是你因为睡觉做了梦了，所以你醒的时候记着你梦中睡觉的时候那个梦的心，做梦的心才启发你，哦，我这个心有两种状态，一种是在梦的状态，一种在醒的状态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一人有这一颗心，我们有觉悟的状态，也有不觉悟的状态。醒了这颗心叫觉悟，睡着做梦那颗心叫迷惑，一颗心只是状态不同而已啊。如果你把梦中这颗心扔了，你到哪儿去找醒的这颗心呢？是不是？如果没有醒的这颗心，谁来去做梦呢？对吧？如果你不研究梦的这颗做梦的这颗心，你怎么知道有醒的心呢？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一心有二种状态，一个是在做梦，我们今天就在做梦，在六道。那我们不研究六道这些问题，做梦这颗心，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颗觉悟的心也没有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要拒绝生活，因为你在做梦，正是因为研究了做梦的心，你才知道这是一颗梦心。那梦心的翻面就是醒的心。如果你把梦心全扔了，你从来不做梦，对吧？你找不到你梦的心，对不起，你也找不到你醒的心。所以做梦的心就是梦中有情节啊，梦中有人物啊，梦中有冲突啊，这正是你找到醒心的时候，正是提醒你，你还有一颗醒的心，你有心，但是你有一颗梦心，只此而已。如果你不做梦，你哪找到梦心？找不到梦心，你怎么能让它醒呢？所以我们在梦中是有境界，是有冲突啊，是有众生，是有烦恼，这正是证明我们有一颗心，这颗心在活动。我们的问题是把它转过来，让它醒来就完。如果这人从来就在梦的状态，但是又不做梦，这种就叫一禅体，就没戏了。
啊，所以今天这些孩子工作呀遇到这些麻烦，就说明你在梦中有情节，梦中有故事，那么正是你知道自己在做梦。如果他们不出现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生活在六道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是在梦中。正是因为他们的出现，时时提醒你，你要从这儿醒过来。醒过来完了以后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么，大家会提一个问题：那我要成了佛了，是吧？我这个所有烦恼都没有了啊！八识转成四智，啊，这个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了。那我干什么去？对吧？那我们跟众生那个时候是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那个时候说，你比如说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处在一种我们佛门当中叫做第一义状态，或者叫做真谛状态。我们现在处在俗谛状态，看到都是有差别的人事物。我们成了佛了，我们就看不到差别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看所有的人都是一颗真心。但是还有一句话。所有世间境界之相都无中现，都在你的法身中显现。所有世间境界之相皆于中现，于法身中显现出来。不出不入，不灭不灭不坏，所有世间的境界全在你法身当中显现出来。就是说，这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情况，你没有不知道。不出不入，不灭不坏，你绝对不会破坏它的情况，你不会干扰它的生长。你不会干扰它的存在，原子弹爆炸，那佛为什么不让它灭了，不就完了吗？不灭不坏，它不制止它，不出不入，世间上没有一个现象不在它的法身当中，多伟大呀！一切染法不能染，所有你世间的这些贪嗔痴慢，你染不了它的法身，啊，一切染法所不能染。智体具足无量无边功德，你看，智体具足无量无边功德，什么功德？为因熏习一切众生心，作为因，在所有的众生心里头，在熏他们，这叫体熏。你身上就有真如，你身上就有法身，只不过这法身现在没有显现出来，没有被你证得，但是它在你心里头在熏着你，所以你才会觉悟。你才会厌离生死，你才会看到人间的这种痛苦。这是真如的体用，体的叫体熏。那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是吧？观世音菩萨他们已经成了佛了，他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？是用熏。用体熏是你自己本身有真如，用心是这些人们成了佛的这些人们对你的帮助。什么呀？具体显示就是什么？给你讲三十七道品呐、视现称，那这里边就更复杂了。它有差别的熏，有平等熏。差别的熏就是，注意差别的熏，这些真如成了佛的这些人，他对真如的这个驾驭，他能视现成山，视现成河，视现成有情，视现成无情。在差别的这个用熏上，他能视现成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眷属、知友。仆使、仆人，啊，能视现成冤家，如提婆达多；能视现成天王，这是他视现成人；还能视现成四摄、四悉檀、三十七道品，任何菩提心，那都是佛的视现。你能说你女儿不是佛吗？都是真如的妙用在熏你，这叫用熏。所以一个人必须得有体熏，体熏就相当于是木头必须得自己着火，你自己没有火性，我再怎么点也点不着。那所有的用熏就相当于火柴，把你点着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真如就这么伟大。那恭喜你，你有真如，你有真如说明你有火性，但是这个火性一定知道没有火柴点不着它，你就空有这个火性。这火柴是什么？就是你的日常生活，都是在帮着你点着。你不觉悟，你认为这火柴是坏的，你拒绝火柴啊。所以这个真如对我们的用熏，就是我们说的了因佛性，了解。他告诉你啊，有出世间，他告诉你啊，能够怎么离开生死，教育你，
就是我们老和尚起的说叫就三阴佛性嘛，你自己本身有法身是叫正阴佛性，你有火性啊，你能着火，同时你得知道你能着啊，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木头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育。了因啊，所有这些女儿啊儿子在你身边全是帮助你了解，同时还有一个佛性叫做缘因佛性，缘分的缘，缘因佛性就是你自己的真干啊，你即使你自己又有木头，平常又有人告诉你你是木头，你怎么才能着，着了以后是什么样，你现在不着是什么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把这道理讲给你了，这些谁教育你的？我们说有佛菩萨，有妻子，有儿女，有仆使，仆使就是您的下级啊，您的司机，您家里的阿姨，有挚友，有你的好朋友，这全是了因佛性啊，帮助你了解自己啊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看到女儿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问题，就帮着你了解自己有问题。原因佛性呢，就是自己得真干，你也了解我是我自己有木头啊，有火性，同时呢我也知道我必须得被人点着，但是我就是不点，只要一点我就着，但是我从来不点，就是我们老和尚说的不真干。所以佛菩萨就真如对我们的用啊，就是我们说真如对我们的帮助有两个，一个是我们自己本身有体熏，你就有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见老和尚就掉眼泪，我一听老和尚经我就高兴，这就是体熏啊，不可思议。那有些人一见老和尚就掉眼泪，有些人一见老和尚就觉得好像恍如隔世，多少年前就跟他认识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你的体熏。同时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教育呢，就真如对我们的用熏，就是了因佛性。然后回到家以后你真干，就是缘因佛性啊。你每一个人都有真如，这个不用说了，每一个人都有法身啊，法身没有正德的时候叫如来藏，正了以后就叫法身，它是一个事儿。哎，被烦恼缠缚着叫如来藏，如果烦恼一解除它就变成法身啊。就是说这火它没着的时候它叫火性，一着了就是火焰，就这个意思，这是一回事。同时了因佛性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啊，哎，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对我们的帮助和启发呀，啊，你看到什么污染啊，你看到什么过恶的众生在这行恶呀，你看到生老病死了，这都在促进你觉悟，都对你是教育。完了第三件事叫缘因佛性，你就得真干，你还毕竟得把火给，你得把那木头点着啊，你光知道它能着，你不点不行。所以我们自己有真如，自己能成佛，自己有法身，这个没错。同时我们还得跟老和尚学习，知道我们身上啊是有法身，是有真如。同时呢所有这些众生对我们啊，这个讲到用熏，就讲到了因佛性的时候又分成两层，一个叫差别，一个叫平等。什么叫差别呢？就是你看你的太太是高通，我的太太不姓高，这就是真如对你的差别帮助。哎，我可能俩儿子，你俩女儿，这就是真如对你的差别帮助。他对我的帮助就是给我俩儿子，他对你的帮助给你俩女儿，是不是有差别？不一样，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真如对你的差别的帮助。真如对你还有平等的帮助，就是咱们都共同听老和尚，共同听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不光是一儿，也是我的，但是这俩女儿可就是您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这就是真如对你的差别帮助。真如对你还有一个平等的帮助，就是我们有共同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，多伟大呀！这个真如，自己本身是真如，已经成佛了。这些人，他对你的帮助，一个是实现成差别，是吧？哎，他知道你喜欢女孩，他就给你女孩；哎，他知道你喜欢钱，他就给你公司；他知道你喜欢喝酒，他就给你酒，让你觉悟。你喜欢什么就来什么，那这真如不是害我？不是，害你也是为了帮你，是吧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密苏伐多妓女，你事先跟妓女跟男的这样，最后男的都跟他在一起，都证了阿罗汉了。
那你不是害男的？不是，你要这么看，魔就是佛，白酒就是菩萨，抽烟就是菩萨，明白吗？所以他有平等的熏，平等的熏就是我们共同的师父啊，共同的释迦牟尼佛呀，哎，就这个。所以谈到用熏，就两个，一个是差别，一个是平等。但是最重要的是差别，这个差别是天天跟着你，而且就独身定做，就是为了你来的。所以人印光大师说，敦伦尽分，一定要尊重这个伦，一定要尊重这个分，这是真如对你的开的小灶。他知道你爱吃糖醋鱼，他天天给你做糖醋鱼。老和尚讲的是营养学啊，是吧？你这个蛋白有动物的，有植物的，是不是？但是他讲这它是基础课，这些差别员来到你家的是专业课，专门针对你的。所以这个马明菩萨在起信的当中说，一定要有差别的这种帮助，你才能成功。很多人就是都跟老和尚一块儿，对不对？听老和尚经，为什么有些人能觉悟，有些人不能觉悟？他就缺这个差别。等你当了佛了，正得法身了，你干嘛呀？你体熏结束了，因为你已经成佛了，内部的熏没有，你火已经着了，你火性已经变成火焰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你就唯一的一个作用，你就开始扮演体熏了，你就开始扮演用熏，你就开始扮演用熏。那什么叫用熏？众生在地狱，你就示现成地狱帮人，是地狱众生去帮他，叫游戏地狱。哎，众生在当猪，哎，你就事先成猪去帮他，畜生。你看，一个在身边，这都是差别缘，你也能事先成差别。你而且你是差别是六道众生，再哪一道你能事先叫游戏人生。哎，近未来际，从来就没有接触过，因为众生老有。你就描述一下当佛菩萨的生活，九界众生随意实现，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什么呢？就是给他们了因佛性，让他们了解佛法。哎，同时你还有平等的熏，对不对？你实现到一个佛土上，实现成佛，是吧？给他们讲佛法，就是我们说的啊，从斗率天宫来下。入胎、住胎、出胎、成佛、转法轮、是涅槃、八相成道，这就是平等熏。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，就跟太阳一样，啊，普照大地，啊，所有的花草树木都受同一阳光，对不对？同时呢，你还可以变成土壤啊，你喜欢红土，我就变成红土来栽培你；你喜欢黑土，我就来变成黑土来栽培你。这叫差别熏。你成佛就干这事儿。而且什么时候结束？没结束。所以我们今天身边的这些孩子都是真如对我们的差别熏，其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人生苦，生死是苦，就这个。完了以后呢，儿女对你的教育完了以后，你得怎么办呢？我忏悔，我向你学习，是不是？哎，我知道自己错了，这就是原因佛性真干呢。这女儿教育你完了以后你怎么办？你不得忏悔去吗？你不得当着面承认错误吗？你不是看到自己不足了吗？下边的任务怎么办？改呀、啊、改怎么改？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十个方面改就齐了，然后倒归极乐，你就去吧。那所以所有这些众生实现在你身边的都是真如对你的差别熏，你怎么就能赶上姓高的太太呢？你怎么就能赶上有个工厂呢？为什么他就没有工厂呢？这都是对你的差别对待，没有差别就没有慈悲，就真如是一分钟都不舍得你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那个差别和平等什么关系啊？差别和平等在凡夫来讲，我们觉得有差别。哎呀，你有俩女儿，我有俩儿子，是差别。在佛那儿看，他没差别。
对不对？那我们说这个春天一下春雨了，老玉米长成老玉米了，牡丹花开成牡丹花了，从牡丹花和老玉米上来是有差别，这是让我开牡丹花的雨，这是让我接老玉米的雨，从这雨呢它可没这意思，我就这一个雨，落到地球上和长出来东西可不一样，这叫差别啊。如果说咱们讲俗的，那确确实实有牡丹花，有老玉米，有让老玉米接穗的雨，有让牡丹花开花的雨，实际上是一个雨。因为我们没觉悟，我们就有分别心，我们说这哦，这个雨是干这个的，那个雨是干那个的，所以就形成了差别。从他的角度来讲，他没差别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起心动念叫做第一义。你成了佛，你天天都干第一义的事儿。所以印光他是说，春育万会，春天把万会就花卉的都给培育出来了。月映千江，像月亮映在一千条江上，月有意思吗？月亮没这意思。春天有这意思吗？我让你开花，它没动这个心，但是多圆满。只要到春天，所有的花都开；只要你地球上有水，我月亮就下来。但是我一点心思都没有，我一点安排都没有。我可没有这个意思，我说要到地球上映的，我可没有这意思让你们开花，没有。无动而动，动而无动。我们成了佛就是这种状态。那我们今天没成佛之前，旁边出现的这些现象，就是希望你能练就这套本事。有动而无动，无动而动，什么意思？帮得圆圆满满帮你了，但是心里确确实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自私自利，没有贪嗔痴慢，你才能帮得圆满。就像春天哺育万会一样，到了春天，所有的花都开。你说这，你多大的科学能造成这么大的后果？那是人的妄念，根本就达不到他的境界。春育万会，月映千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我们一定要站在这个理论高度上。如果说能认识到我们身边的众生，那你就会怀着感恩的心，啊，所有的这些众生都是真如对你的用心，而且他们又有差别又有平等。老和尚对我们平等的教育，只要众生来者不拒，去者不留，对不对？统一的佛法，统一的净土法门，同时他又示现成你的儿女，又示现成你家的仆人，又示现成你的公司，又示现成你的山河大地，你的生活状态，天天在启发你。那为什么我们还不觉悟呢？就是因为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特别温暖，他一分钟都没离开过你。你走着大地也是真如实现的，你看到的春天也是他实现，都是在启发你觉悟。所以印光大师说啊，鸦鸣雀噪，鸦在叫，麻雀在叫啊，这个山河大地鸦鸣雀噪，六尘境界没有一法不是让你觉悟的，你怎么还能在此当中分他分自呢？分好分坏呢？啊，你只要抱着分别的心，他就永远不离开你，直到那天你突然没有分别了，他就离开你了，六尘境界全部消失，他的任务完成了，你觉悟了啊。所以你能看到差别，能看到对立，能看到不满，就说明他对你的教育任务没完成。你什么时候没有了，什么时候他就走了。因为你这种分别心，你这种恶的念头感应他们来的啊。随众生根示现成就无量利益，随着你的根性真如示现成就无量利益，让你来成就，带来无量的利益，多伟大呀！随众生根示现成就无量利益，你以为这些人白来的？随你的根性来的，您是什么状态的人，你就出现成什么样的人来帮你。所以你可千万别批评人家，那是您自己的心招来的啊。所以法身有两个作用，第一个啊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无量的智慧啊，这是我们的般若德。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解脱德，解脱德就是能帮助众生。怎么帮助？你敢我就应，我就示现成差别来到你家，变成你的太太，变成你的儿女。所以就自作自受啊，你可千万别埋怨太太不好，你可千万别埋怨孩子不好，你可千万别埋怨香港不好，这都是真如对你的妙用。
都是你随众生根视线成就无量意来成就你的，而且就是你的根性招来的，你这个根性就得这种教育。所以对客观环境要100%的接受，对人事环境要100%的接受。这就是老和尚说从心里头放下跟一切人事物的对立。这个老和尚说的是个不，这很多人不理解，凭什么呀，干嘛我要从心里头放下跟一切人事物的对立？这就是讲完这套道理你就明白了，对立什么呀，都是您老哥自己这个根性招来的，为了成就你啊，有化学武装部队，有核子武装部队啊，有陆军，有空军，这都是您招来的，帮你的，帮你平定叛乱，让你觉悟，从战争中走出来，能不感恩吗？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在境界当中分次分他，分好分坏啊，不知道掉眼泪，不知道感恩，理不明啊。你理要明喽，你哪一法不是佛法，都是人家成就你的，随众生根视线成就无量利益，帮助你来做一个视线来成就你啊。所以这个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说你还能跟人众生齐吗？啊，所以这个经典要反复的读，经教要反复的听，每天提醒自己，遇到情况就要提醒自己，全是随我的根性示现出来的，成就我的带来无量利益，其成就我是因，带来无量利益是果。为什么拉啰啰嗦嗦讲那么一段半个小时，就是讲从理上来讲，我们只要把道理整明白了，叫看破了，那我们对众生对六尘境界都不能拒绝，都是你，都是来成就你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对老和尚讲的这些理论我们才点头，真的啊。所以印光还是说，看人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我原来就觉得，哎呦，这就这么说吧，这是一种心理上这么讲，是吧？看人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，看一，是吧？印光大师那开始，看一切人皆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对不对？那咱们有些人读了这印光大师这文章开始不认呢，凭什么呀？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，真的。你读完这些东西，你才知道是真是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实是凡夫。现在我们都有自己的意思，来香港学习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这个到美国上学去吧，这都是我们的起心动念。春天没有起心动念，月亮也没有起心动念，但是事情办得特别圆满，对不对？那月亮为什么不映在桌子上？为什么映在水里头啊？月亮随缘，你没水我就不映，你有水我就映。月亮从来没批评过桌子，说你怎么不应，怎么不把我给应上去？月亮知道才应不下来。那怎么办呢？就等待你有水呗，你有水我一定来，毫无差错。你没水我绝对不来，我不打扰你。那桌子不能应月亮，水能应月亮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我们中国传统话说的礼，不能乱。水映月亮，桌子不能映，对不对？你一慈悲让桌子也映上月亮来了，这就错了。这是您的意思，不是自然的意思，不是缘分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对经教一定要深入，把道理一定要整明白，我们才能够认啊。所以我们说忍辱波罗蜜是三个人，第一对众生要忍啊，见恶不嫌四个字，恶呀，你见错，见恶都不能嫌弃，见错能嫌吗？遭苦不动，就讲的是物质环境，啊，冷啊，啊，热呀，遭苦不动，见恶不嫌，遭苦不动，见恶不嫌讲的是人事环境，见到恶人不能嫌弃的，遭苦不动讲的是物质环境，冷热。常第三个忍什么？常要观察，甚深惧意。常要，要就是喜要的要。永远的
非常高兴的观察甚深具意，就是真如的这种道理，要始终观察、考虑、思索、琢磨，这就是忍的三个要求：见恶不嫌，遭苦不动，常要观察甚深具意。具意，具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的经典，叫文明具文身，明就是概念，具就是文章，文身用文字来记载下来的东西，这叫常要观察甚深具，就是我们讲的文章、经典，写在纸上的，刻在光盘里的。意呢，它的道理是什么？对吧？这个句的目的是要把道理讲清楚，所以常要观察甚深具意，这就是我们说的常随佛学，每天都要琢磨这个。那天胡阿姨问，那怎么才能行？就是心在道上，你每天都要琢磨这个，什么叫真如的妙用啊？什么叫真如的体熏？什么叫三因佛性？你不让自己的脑子瞎琢磨别的，这就认了。忍辱波罗蜜，第三忍是对理要认，他这个忍字实际上是认的意思。因为对生忍、众生忍，见恶不嫌；法忍，对事物要忍，遭苦不动；无生法忍，没有众生也没有法，这种忍就是常要观察甚深具意。你看，没有众生也没有法了，是什么呀？一个真如。所以你不通过众生遭恶不嫌、见恶不嫌，你不通过事物，是吧？见恶不嫌、遭苦不动，你不通过生忍和法忍，你怎么能走到无生法忍？所以面对众生一定要欢喜他，这是在克服你对众生的执着，克服对人的执着。见到那些不顺心的事物啊，下雪啦、地震啦啊，这些自然现象，你对他接受，是克服你对事物的执着。这两个执着您都是放下了，对人的执着放下了，你正升空真如，人没了，这就是小乘阿罗汉。真如有两部分组成，一个是众生空，就众生是空的，一个是法空，这两个真如都证得了，你就成了法身菩萨，升空真如。那你不跟众生在一起，你怎么证得升空真如呢？你就是要跟众生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没有众生，你看破众生，对不对？你把众生都拒绝了，你怎么练就升空真如啊？你见到众生原来有分别心，最后老跟他们打交道，最后没有分别心了，升空了，众生是空的，证得这个真如。你正是因为在事物当中，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顺心不顺心的事儿，你就跟他们打交道，最后练就了平等心，法没了，法空了，你证得什么人？无生法人，没有生也没有法，这种忍，这个忍叫忍，我认了，谈何容易？不容易啊！到哪儿去证啊？你看我们无量寿命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证得无生法忍，没有众生，没有法。你说咱们到了那儿就能证得这种境界，这就是法身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无量寿经上写的这些菩萨们在那儿的生活状态，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这些人他的生活状态。于一念情便往十方佛土上求下化，唯为众生而作利益，不求听受美妙音词。一念情啊，为什么正得法身啊？整个进虚空变法界都是你啊，那还用一念吗？一念都不用，对不对？整个法界都是你，都是你的身，叫一，每个法界都是这个佛的一证。那么我们今天说修忍辱波罗蜜，就在这三个方面要下手。第一，对众生要忍，不能有喜欢不喜欢；第二，对事物要忍，不能有讨厌和不讨厌。这个是你进入到无生法忍的必由之路。怎么练呢？就是跟众生打交道不能起心动念，跟事物打交道不能起心动念，同时要深入经藏，好好的读，常要观察甚深具，不能离开经典。哎，对生人、对法人叫做放下，常要观察甚深具意叫做看破。这一个忍辱波罗蜜就包括看破放下。
所以我们讲那么多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是说摁着头来承认，要接受反面的东西，要对那些我们讨厌的保持欢迎的态度。啊，印光大师说，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唯我一人是凡夫，理上一定要明白，确确实实是这样。所有你的客观环境都是对你的真如的用训。你看有些人读地藏经读着读着掉眼泪，读着读着感动，这就是真如对你的体训，没人帮助你啊，对吧？你怎么会觉悟呢？咱们说良心怎么会发现呢？这好多人就这样，这突然一天就想学佛，这是真如对你的体训。我觉得相训是不是跟着用训一块儿？啊，真如的相训没有相，没有用训和体训。哎，你成了佛了，你对众生就开始，你对众生就开始采用用训了，你就扮演用训的角色。你要不然就实现成众生，哎，在他们家里头变成差别，差别的训；要不然你就实现成佛，哎，你就给它变成就是平等训，差别训跟平等训。所以我们要从理论上要认同，我们身边所有出现的人事物都是真如对我们的用训，哎，都是了因佛性，让你知道你是真如，让你知道，哎，你有真如，你可以觉悟。但是这个东西就必须得要放下。就我们说三因佛性嘛，第一正因佛性，第二了因佛性，第三缘因佛性。缘因佛性就是真干。哎，了因佛性就是学习。哎，真干得靠自己，这个师父帮不了。哎，行了，这个讲完了就知道了哈。其实都是来帮你的，都身边出现的这些人，没有一个不是成功。所以你可不能，你什么时候老抱着分别，他就永远消失不了。讨厌的事情老随着你，直到那天你不讨厌他，开始走，看课程就完成了。嗯，他对你的用心就帮助就完了。哎，因为什么？用心起到作用了。说真如呢，执着嘛，特执着。我们众生是真如也特执着，你只要不放下邪念，他就永远实现成用心来帮助你。这叫什么呢？不执着而执着，叫做究竟执着，不为自己执着。咱们说执着不是好事，真如也特执着，永远对众生不离不弃，有感就来。你说他多执着啊？你除非不敢，他不来，只要有感他就来。所以执着不是什么坏事啊。我们为自己执着叫烦恼，为众生执着，这叫菩提。啊，我们说这个，这要展开说的时间太长。你说我们这个阿赖耶识有三细相，有六粗相，是不是？那么这六粗相呢，有执着相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也有智相啊。什么叫智相？就是分别好坏，生爱非爱心。我一看这种情况，我就分别，啊，我爱他，我不爱他，对不对？智相。就是阿赖耶识他聪明，他有智慧，他能分成爱和不爱，这叫智相。那我们成了佛还有智相？有啊，四智心品啊，那就是智啊，他依然还有。哎，就像风吹了水起了波浪，风灭了波停了，水还在，水体不灭。这个水体就是四智菩提，他依然会有智相，他依然能观察众生，他依然能看清世界，要不然他怎么帮助生？对不对？你说风一停了，波没了，水也没了，怎么可能？这水没了就这个水没了就完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是凡夫，我们的麻烦在哪里？我们有水，哎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有风。这风呢，吹的这水起了波浪，麻烦的是这个波浪。风一停了，无名风一停，无名一没有了，风一停，波就没了，波没了，水还留在这儿，这水就是佛。这个水就是佛，你别想，你别琢磨有一天我水也没有，不可能。要不然你当众生，要不然你当佛，二者必须择一。要不然你就是带水的波，带波浪的水；要不然你就是平静的水。那谁都想生活在平静的水当中，
那平静的水当中还有没有执着呢？有，就是随众生跟视线成就无量利益，永远跟众生不离不弃，永远跟众生不离不弃，不就是执着吗？那么我们这个六相当中还有一个建立名字等相，就建立概念啊，什么好啊坏啊。那我们成了佛还有这名词有啊，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不是都用咱们能接受的名词概念，对不对？文字他也有名字相，但是人名字相是不为自己的，是为了众生。他到了月亮上，他就能给月亮用月亮的文字来给月亮的众生讲，他到了地球上，他就能用地球的文字来给众生讲。所以你看他也有名字相，他有没有业系苦相？也有，他视现在六道，视现在地狱，他也有业系苦相。那在咱们看他很苦，在他来讲他很乐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完全是众生啊，我来我就来了，我自己还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还在菩提树下，那我来到这儿跟你一样，是吧？这个同在沉沦当中，跟你一块受苦受乐。你像师父一样，他也有也出汗也吃饭啊，也跟咱们在一起，好像像个这像一个活人一样。实际上他内心他是佛，他已经是他来到这儿不是业力牵扯来的，是他的愿力来的。他视线的给我们面前也会感冒也会发烧，要不然这样，你要不这样你就不信他了，对不对？您是神呢，对不对？你一个月你都可以不吃，那您教的东西我们能学会吗？所以他就完全是引胜张略，把咱们这些劣根性全给你表现出来，让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人，所以他能做到我们就应该能做到，我们就出来了。如果他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对吧？他没爹没娘，他拿刀切的他也不觉得疼，哟妈呀，您这法我们能学吗？这不是我们啊。所以特别慈悲，叫隐圣张略，他把他菩萨那些圣的那些厉害的东西他都隐藏起来，张略把他那种不行的就跟我们一样那些劣根全给表现出来，让你觉得他很亲切，他也有喜怒哀乐，他也会掉眼泪啊，他也会激动，全是为了接引我们。你到了佛，你就像他老人家一样，就这么慈悲，喜怒哀乐有，是吧？哎，甚至打人骂人有，但是不为自己，就是因为你需要这样，我才这样，我不这样，你觉悟不了。现在我们跟孩子在一起，哪是为了这个？完了是我觉得该发脾气了，呵呵，我觉得该骂你了，哎，所以就是对，一定要考察春天，考察月亮。你看月亮映在地球上的这个水里边多圆满，你一勺水我也来，你一滴水我也来啊！你在长江上，一千个人在长江边上，一千个人看一千个月亮，啊，500个人往长江上面走，这500个月亮就跟着你走，500个人往下边走，这500个月亮就往下边走，你站住这月亮就站住。用月亮可以比喻佛1/1吧。月亮是人间色法，尚且有如此殊胜之妙用，更何况是佛呢？是吧？你看月亮，你只要有水我就来，而且你只要水动，我就给你视线成个碎的月亮，告诉你你的心在动。你什么时候你不动了，你就看到完整的月亮。你说月亮来到这儿不是度你的吗？因为那怎么高红的月亮圆的，胡浩林的月亮怎么碎的？你不得琢磨吗？咱俩都有一杯水，你的月亮怎么是圆的，我的月亮怎么碎的？你起心动念了，你这水在动啊，所以这个月亮不圆啊。哦，这月亮不是动你，我一直动动动动，我一直平静下到我这个杯子月亮是圆的了，跟你一样了，我就不起心动念了。那我就问您啊，您杯子的这月亮对我起什么作用了？用心吧，就起码给我做个参考吧。那这不是月亮对我的用的帮助吗？它来到高红的杯子里头，给我起了个示范作用，告诉我我得平静下来，我就像高红的杯子里月亮一样是圆的。这个您这月亮是哪儿来的呀？天上的月亮下来的，落在平静的水里头，给我做了一个榜样，这叫用心，这叫了因佛性。但是我自己，我光知道哦，高红的杯子的月亮是圆的，是因为它不动，对不对？那我的杯子还动不解决问题，我必须得有原因佛性，我必须得让我的杯子平静下来，这就叫原因佛性。
我一定，我看了你的以后，我学了你的这道理以后，我明白你为什么平静了，我自己得真让它平静下来，最后我的杯子也就变成一个圆的月亮，这就叫原因佛性。我自己必须得真干，我不让它平静下来，我的月亮永远是碎的，永远是变形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孩子身边就是对他的用心，他也是对你的用心。你看到他，你知道你身体不行，你自己的问题，他看到你，他知道他的问题，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这个杯子里的月亮是动的，看到孩子是吧，这个不满意啊，看到工作不满意，生活不满意，其实没别的，都是你在起心动念，月亮才会这么支离破碎，提醒你月亮本来是圆的，月亮本来是不动的。那你今天看到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现象，说明你心在动。那我们也见不到佛，我们也见不了天上的月亮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知道圆的月亮什么样？你看老法师，你看经典啊，他告诉你圆的月亮什么样，这就是了因佛性，我了解了。那你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天天跟真月亮在一起，对吧？那你见到真的就见佛法身呢、啊、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看到天天跟真月亮在一起。我们现在看都是经典上记载的月亮，是吧？看到菩萨们这些，为什么叫亲近僧众啊？他们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些不动的月亮的影子，它不是真月亮，他们相似，他们观形，他们跟真的月亮差不多，但是不是真的月亮，还是水中的月亮。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就看天的月亮，天天陪着你，你那还有能说的，对吧？所以非常殊胜，要去西方，学习速度会很快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大家好，很久不见哈，很久不见。这几天在禅寺，是吧？啊，太好了。来，你坐。可以可以，不要动，不动不动。不动。有任何问题？越是有问题，大家聊一聊嘛。还有就是你今天说的什么两口子，然后男的到大陆上班，然后家里就二奶的事情、三奶的事情，对，所以这就是弟子规没做到，具有常业无变，是吧？我们为什么到大陆要抛家舍业的去到大陆啊？就是因为钱嘛，多挣点钱嘛，是吗？工作机会嘛，对吧？这可能台湾挣10万。到大陆挣15万，就为这5万就去了。去了以后自己又把持不住，自己有欲望，是吧？这男女之间就产生了爱情，最后呢老婆带着孩子台湾了。我们拿这个弟子规来衡量，那弟子规告诉我们什么意思？居有常，业无变，是吧？你就是因为被这个挣钱多的欲望所驱使，最后抛家舍业，因为你有这个贪心，你贪财，是吧？贪更高的职位，贪更好的工作，贪更多的钱，是典型的不信因果。命里有的，到上海他也有，在台北他也有；命里没有的，你就跑到美国去，你也挣不到，是这个道理，对不对？你说人家师傅讲了那么多年了，对吧？一生当中吃多少饭，挣多少钱，喝多少水，活多少年，定数啊！既然是定的，干嘛跑上海离开家人呢？你命里真是有这个财报，你到哪儿去他都来。这就是典型的没有因果教育，到外边去攀援，觉得上海的机会多，觉得大陆的机会多，能多挣钱。殊不知你挣点钱都是你命里有的。你在台湾老老实实跟家里头、跟父母在一起，我告诉你，挣的比这还多。因为什么？父母就是福田，天天照顾父母，在那修福种福。
那只会比你在上海挣得多。这种教育没有，非要抛家弃业，非要离开父母远走他乡，最后造成家庭的变异，自己有了感情的外移，对不对？最后弄成了家破人亡。这还有什么说的？三毒是毒啊，三贪嗔痴是毒啊，多大的毒性啊！啊，所以说劝诫这些离开家庭的人，啊，抛弃儿女的人，一定要回到家庭。啊，这个基础就是因果教育。你以为你离开妻子，你离妻子和孩子是你的伦，是你的份，是最基本的五伦，这个东西一定要照顾好，敦伦尽份，这是修无量无边的福，而且这是你的冤亲债主，你要把债还了他，你才能去西方。他为什么平白无故投胎到你家呀？要不然上辈子你对他好，他来报恩的；要不然你上辈子对他来好是来还，是来讨债的，对吧？他来报恩的，启发你，我还要修啊！你看这儿子对我多好啊，是吧？上辈子我对他好，那我这辈子你看得到实际的利益了，那我还得继续修复。所以慧荣问我怎么办，这是很简单，父母在哪儿，孩子在哪儿，妻子在哪儿，就回到哪儿。那我这么好的工作不就丢掉了吗？这么好的机会不就丢掉了？我跟您说，你命里有的，他丢不掉。你命里没有，最好你别拿。为什么你到了上海以后，你跟这个你有了别的女人？啊，然后这个妻子跟你吵架，儿子跟你最后闹得没法成长，两口子打架打离婚，分财产，家破人亡，这师傅讲的，不该你拿你拿了，不得病就遭灾。到上海这钱不该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好好踏踏实在台湾挣20000台币就行了，你非要到这儿来挣20万人民币。不该你的，命里没有，你强拿。那师父说，不得病就遭灾，可不是吗？家里不就遭了灾了吗？夫妻俩人离异，然后分财产，孩子自闭，啊，慧荣今天说的，那不都是那个上海你不该去，钱不该拿，造成的后果吗？这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应该老老实实的回头，对不对？命里没有，莫强求啊。就这道理，所以我们这贪心是真是害人的，就是贪这个好工作，就是贪这个高工资，最后把家族都毁了。就这个，那么说，那有些人到了上海，对吧？人家妻子也没，人家也没有婚外恋，人家也孩子也挺好啊，人家妻子也挺关心，是不是？人家庭也挺和睦，那你命里有的，到上海你拿到你命里有的。你命里有的就这么自然，不会给你带来麻烦。那么一旦你去了上海，家里出了问题，就说这个东西不应该你命里有的，你拿了它。其实你也不要来说我，你看有些人到了上海，不是家庭挺好的吗？不是也没出事吗？我跟你说，上海那个东西钱，他去挣的是他命里有的，所以家里不出事。那有些人到了上海，为什么就出事了呢？还是因人而异，对不对？你命里没有，你强求，家里就出事儿。弟子规上说的居有常，业无变，就是道理。居住的地方不要换来换去，你的业务不要老换，这很有道理啊。你说我很多人劝我说你做点别的生意吧，我说我做点别的生意，我命里要是1亿的，我这个生意能给我带来1亿，你何必要开第二个生意呢？你开第二个生意你还特累，是不是？而最后挣的还是1亿，你两个公司就有两种产品，就有两种售后，两种安装，两种工程，两种技术，两种备件，什么都是 double 的，结果挣的钱跟这一个是一样，因为命里就1亿。你开10个公司你也是这1亿，您开100个公司您还是这1亿，您就这么大的福报，那我干脆一个不就完了吗？真等到您跟老和尚学佛，孝敬爸爸妈妈，转心转念，最后你福报大了，他肯定会逼着你挣开另外一个公司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叫做随缘。哎，你修了很大的福报，是不是？你从大恶变成大善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搞了布施，
对不对？然后你落实了家道，然后你修善积德，最后啪，说原来啊命里是一个亿，现在命里也变成两个亿了，您放心，命运一定会驱使你开第二个生意，把这个亿带回家。所以贫者安其贫，富者安其富。昨天高峰提的问题，那我们这坐头等舱，那我们住五星级酒店，是吧？然后我们这个到餐馆去吃饭，别人说我们造业，谁说我们说你是富人？富人也没必要，今天早上我想了你的问题，富人也没必要装穷，对不对？你明明坐车十分钟到公司了，您不，您非要挤地铁，您俩钟头才到公司，干嘛呀？这俩小时，你早点到公司，爱护员工啊，多谈点生意，挣点钱，是吧？给国家多上点税，这是你的所在啊。你犯不上说，哎呦，咱们得向着下岗职工学，司机也辞了，车也不要了，这路上来回俩钟头，公司没干了，公司倒闭了，业务衰退了，对吗？这样做不对啊。问题不在坐车有司机过好日子住五星级酒店，不在这儿，问题在存心。富者安其富，你就过你富余的日子，你就过你有司机有车的日子，你就用您的 LV 包，您就住您的五星级酒店，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众生，这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我省下了时间，我有人给我做饭，我有人给我洗衣服，我省下时间，省下时间干什么？教育员工，孝敬父母，省下时间开拓生意，是吧？多挣钱，多供养师傅，是吧？我省下时间来，我关心员工，我省下的时间我多接触客户，多给他们送弟子规，我今天上午跟税务局，明天下午跟工商局，我干嘛我要挤那地铁？我这挤地铁就我一人得度，哎，我本来是可以度十个人的，我自己也可以度十一个人，为什么我只度自己一个人，让那十个人不得度呢？这叫攀缘。所以贫者安居，你说我也没生意，对吧？我这八十了，这把岁数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想着开生意，给国家上税，教育员工，我也没这个缘分。我贫者安其贫，老者安其老，年轻的安其年轻。那我既然没这个缘分了，八十了，那我就好好在家听经念佛。您这还能工作，您还有社会关系，您还有社会价值，您还跟众生在一起，缘分没断，尘缘未了，您就关了。你就像那八十岁老头老太太这样，我跟您说，一定不行，一定去不了西方，对吧？所以就是贫者安其贫，富者，关键不在于贫和富，贫和富实际上都是一样，关键在你的存心。你拿出来这些酒店，对吧？你说你一个人一个单间，对吧？还五个人一个单间，全家人有四个孩子，俩孩子都住在一个房间，省钱了吗？你省了钱干什么？你早上五点半起来，你就得想考虑公司的业务，对不对？你自己睡好了，不受孩子的影响，你精神饱满，第二天处理公司业务怎么了？对不对？你四个人挤在一张大床上，不是你踹他，就是他踹你，这一晚上没睡好觉，第二天你怎么去跟人家客户谈啊？这都不对的，对不对？你就应该一个人房间安安静静的睡觉，但是一个人房间你不能想贪嗔痴慢，对不对？你得享受心存众生，心存这个度化众生，这就对了，对吧？那么所有的这些五星级酒店都有了功德啊。我老跟员工说，我说你们现在啊，千万不要认为这公司是我给你开的，是吧？哎，你们，我跟你说哈，道理很简单，你身上穿着这一寸布，你碗里吃这一口饭，对不对？这个布是工人叔叔给你织的，这个粮食是农民伯伯种的，对不对？你要成就了，这些农民伯伯都给你有沾光。为什么？我这口饭就给谁吃的？给菩萨吃的，这还了得吗？我这寸布给谁织的？给菩萨织的，供养了菩萨。他吃了我这口饭，他弘法；他穿了我这寸衣服，他弘法立生。一人成全成了，所有帮助过你的人，所有供养过你的人，所有为你服务的人，包括你家的司机阿姨，包括你的全体员工，因为你成就了，所有他们为你的付出都是正的，修了大福了。
您要堕落了，没什么别的说，所有给你种粮食，所有给你织布的，所有伺候过你，所有照顾过你，都跟你倒了霉。为什么？他们供养了一个坏人，他们成就了一个坏人，他们的工作给社会带来了负面的东西，多冤呢！明明人家给你提供服务的，结果你不成就，你把他们这些服务都变成了对社会的糟蹋、残害，是不是？这笔账能算过来吗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口饭不是随便吃的，这寸衣服不是随便穿的，你干嘛？你要成了，所以说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对吧？你爸爸妈妈把你带到世界上，你要天天做好事，对不对？弘扬佛法，你爸爸妈妈修多的佛，没他们你来不到这世界上，没你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在弘法利生。那这个善果谁带来的？妈妈带来的，爸爸带来的，种了大的善因，他能不得福报吗？您别你爸爸妈妈给你带到这儿来，然后你天天造恶，贪嗔痴慢，坑蒙拐骗，你就把你爹娘就给害了。因为没他们，这个坏事来不到这地球上。因为他们把这个坏事，把这个糟蹋，把污染社会、残害社会这些负面东西全带到这地球上来了。没你爸，没你妈，干不了这事儿，成不了这个恶果，那你爸你妈能好得了吗？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不是自己说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您算了吧，一人做事，你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讲这孝道？这是最大的孝，做事不为自己，得考虑到背后还有祖宗，还有最亲最近的娘、爹。你想到这些，你就不敢乱来。这是我们弟子规教育最根本的。对你这么好的人，你天天在害他们，你好意思吗？啊，包括我们跟孩子在一起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你爸爸妈妈把你带到这来，你天天在地球上搞贪嗔痴慢，你家家不和，单位单位处不到一起，那你就把你爸爸妈妈就害了。所以真要爱爹娘，就得学佛，就得克服习气，就得给这世界带来光明和好处，先从家庭做起，要不然你就不孝。所以为什么孝敬众生就是孝敬父母啊，对吧？为什么克服习气就是孝敬父母？道理在此地，明白这个道理就应该分。除你看这人不克服习气，说我这烟戒不了，我这酒戒不了，我这色戒不了，没别的，不孝敬。别说你不孝敬，你还不高兴。我妈房子是我买的，司机是我配的，是吧？我爹那坟是我修的，是吧？哥几个都没出钱，那不解决问题。有家法，是吧？就是印光大师说，先服了毒药，再服解药。先服了毒药，你何必要服毒药？天天喝好药，吃养品多好。先服毒药后服解药，我先搞了贪嗔痴慢，回去我给我爸修个坟，给爸修坟是好事，解药，那你先服了毒药再分，结果平，你什么都没干。所以你看跟孩子在一起解决多大问题啊，对吧？那你想孩子是你爸爸妈妈的第三代，你把他个个培养成菩萨，对社会有贡献，他出去长大了以后到哪儿去，是吧？给人做好样子啊，引人转邪归正，是吧？就让社会变成好人啊，变成好事儿，是吧？那他奶奶可不得了了，这得了吗？对不对？没他奶奶就没他这个孙子，那今天这孙子成就了，你这呱一脚踹下去，你这一不理，完了，你把你给害了不说，把你爸爸妈妈都给害了，没他。所以要站在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，啊，可不是一个人的事儿。所以我们老祖宗说慎独，于暗室屋漏当中，暗室就黑天的时候，屋漏就房角，你认为没人看见的时候，都要长存此念，起心动念都要存，所以我们每一句佛号，每一个善念，爸爸妈妈都能得到利益。就为此都得好好念佛，对不对？这最善的了，清净心。
子，那小孩子哈，他不孝顺，哈，他不孝顺我们哈，我是不是问题？我现在想，可能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孝顺好我的父母？肯定。就是我现在我的工作应该反过来是多去陪我的父母。对，最究竟的方法就是念佛回向妈妈爸爸。因为你为了爸爸妈妈，你好好念佛，心念清净，你成就了，那你妈妈多大功劳啊？没她你能成就吗？那是因为你妈妈，你为了你妈妈你念佛，最后你是吧去了西方，你境界提高，心清净，这你比回到妈妈那儿洗给她洗脚啊，给她什么捶背，这可究竟太大了。那昨天你没来，我们跟是吧讲的。你看那个婆罗门女在人道，对吧？她就是想，因为她要求不高，她就想知道她妈妈在哪一道上，就问觉华定自在王如来。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说：“我不跟你说，其实觉华定的自在王如来能不知道他妈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不就完？告诉你你就不好好念佛了，哎，他就不告诉你，回去念佛吧。但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他当时说：‘哎呀，你想知道你妈在哪儿啊？’”啊，你妈在地狱东铁围山第一座地狱那儿了，得了，回去哭吧。不说，他说你好好念佛，你就能知道你妈妈在哪儿。何止最后是知道妈妈在哪儿，当时佛要说咱们这些凡夫啊，你不是想知道你妈在哪儿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妈在哪儿，她能成为圣者吗？他妈能从地狱上天堂吗？他妈一人上天堂，他妈那一池子地狱的人全上天堂了。佛有的时候不说是对你最大的慈悲，这个故事很有深意啊。佛不是不知道他妈妈在哪儿，我要说了你就成就不了了，你就满足了。我不说，我就让你这份孝心，想见到你妈妈，想知道你妈在哪儿，他就知道你要这样念下去你就能成就。结果何止是知道妈妈在哪儿，自己成为圣人。你到地狱去就是两种力量，要不然你是圣人，要不然你就是业力拽你来的。你看婆罗门你多圆满。我们再看他跟觉华定自在王这一段姻缘，是吧？他没告他了，咱们说告他不就完了吗？你看人家哭成那样，是吧？四肢解损，哗呀扑下去，是吧？空中出现觉华定自在王，然后他就扑上去了，四肢解损，良久方苏，记得吗？那么可怜，要是我肯定是你妈在地狱呢，回去吧，好好是吧？人家跟你说，回去念佛。念佛最后你看多的是不在一道上都能度，是不是这意思？他在人道，他妈在地狱，他都能帮他妈，那更不要说你现在了，你更能帮了、啊、你们还在一起呢，同在人道上，是吧？你看最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不告诉他，最后结果多冤枉，所以不告诉难道说不慈悲吗？他就憋着股劲儿，我不知道我妈在哪儿，但是这一个是他听话，他信佛，所以佛让他回家念他就念了。咱一般还得骂人，心里面不够意思，跟我说不就完了吗？你让我念一天一夜佛，他知道你有慈悲，他知道你能成，成了以后自己成为圣者，妈妈上了天，对吧？他对他的孝心成就了。光知道你妈妈在哪儿，这叫什么孝心啊？你把你妈从地狱里捞出来送到天上，这孝心多圆满啊！这我要告诉你就做不到了，你就不好好念了。佛这个故事就告诉你佛有多大的智慧。所以我昨天跟高峰说，佛这个无量的智慧，无量德能，能拔济一切是苦难众生。你相信不相信？相信就好好念，能拔济，能够救拔一切苦难众生。那不要说人了，蚂蚁都能渡，能够救拔一切苦难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苦难，你只要好好念佛，对，就能救。所以师父为什么他就一语中的？他一说有什么问题，好好念佛，好好念佛。我们听说念佛不行，孩子还是不听话呀，是吧？孩妈妈还是不学佛呀，是吧？最后这个公司还是办不好啊。其实老行说的真是一心念佛，最老是念佛这四个字可不得了，真正做到了无事不办，
妈妈在地狱都能捞出来，更何况人间这点事儿了，鸡毛蒜皮了，更不在话下了。昨天有个居士说，他儿子快三十了，老玩游戏机，啊，我说你就好好念佛，对吧？或者你要觉得念佛劲儿不够，你把儿子的照片放在那儿，是吧？用修兰博士那四句话。对呀、啊，啊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念半个钟头，一直念到你流泪，你没把孩子教育好。是吧？上了大学二年级，天天晚上不睡觉玩游戏，我心急如焚，是吧？我就看着儿子照片，用修兰博士的方法一定能好，要不然老和尚怎么会在讲经当中讲，是吧？所以你儿子在美国，你要想儿子好，就天天照着念，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我把你带到这世界上，没把你教育好，给您带来那么大的灾难，对吧？念到情深处，啊，痛哭流涕，就和那个婆罗门女似的，也四肢解损，照着儿子照片，咵嚓就扑过去了，最后良久方苏，儿子一定能好，真的，你不信你试试，就是你，所以李炳南老居士说，至诚感通，你不诚他就通不了，你不信你试试，肯定能管用，你想想你这一生对孩子这种，这摧残、糟蹋、迫害。是吧？你就写出来，真的，你别笑，写出来完了以后，你就一边念一边看你对他那些不公，你就设想他当时离开你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，那个真心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然后看着儿子照片，对不起，谢谢你，我爱你，请原谅，念一个钟头，那就是无量寿经，儿子一定能转变，你要相信心是一，啊。人对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不相信，不愿意念，还在琢磨我应该怎么办，我心中应该怎么办？四个字，四字洪名，六字洪名，万事皆办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相，所以我们师父说，不信佛就完了，不信佛就有障碍，那佛光就过不来，加持不了你。你一旦信了佛号，我什么都放下，对不对？我就死心塌地念佛，你看管用不管用？一切的就过来了，对你的加持。你信一分，他就加持你一分。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出心啊，教会也在用，还有这个学佛的里面也很多。老法师讲经的时候就说，你感恩啊，有人现在听你教诲，你的另外一半，这个做不到，对吧？真的是那样，感恩替你照顾，是完全是对的，而且能团圆最好团圆啊。道理啊。对啊，你看，这是实际上人最难克服的一道啊，就是有丈夫有情人或者太太有情人，这难摆平。但是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是对你最大的考验。这个关你都能克服得了，你还有什么关不能克服？昨天我跟王太太说吃大便喝尿那个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这样，这个。说的究竟处吧，你可能不能接受，是吧？孟子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是吧？这个劳其筋骨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不行。”就这个道理啊，对吧？他就成就你啊！你在面对这样一种感情纠葛的时候，面对先生有外遇啊，你自己心里很苦，苦其心志，哪还比这个更苦的呀？对不对？辛辛苦苦把自己带着孩子，最后先生在外边有了别人，对吧？这正是成就你的地方。没有一个佛菩萨，没有一个圣者不是这么成，没有一个甜甜蜜蜜能成就的，都是要这样成就的。哎，所以我昨天跟那个他说，我说其实某种意义上，你的老大啊，他那个儿子，你们这么折腾他啊，那就设置这么多障碍，他心智很苦，哎，所以苦才能成就。他肯定比一般孩子成熟。肯定比一般孩子这个冷静，他经历的事情多啊，所以你一个妻子丈夫外边有外遇，如果真是个念佛人，这是个好境界。但师父在讲经的时候讲，在洛杉矶还是在在
在三藩市，有一个人也老一个人死了，死了以后那房子他给买下来了，买下来完了以后呢，这个结果他每天他买了这房子住进去，他天天就觉得那个房主老回来，就执着嘛，他就觉得这个那人老回来。然后呢，师傅他问师傅怎么办，师傅说那你搬呗，你别在那鬼屋住了。他说不，他说我发现了，我只要一念佛他就不靠近，他一念佛这个鬼就停住了。他跟师傅说，他说我不离开这个房子，我觉得正是念佛的好时候，哎，有这个鬼来成就我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在这儿，我念佛精进呢，要不然他就过来了。我这佛号不能停，像咱们这念佛，泛泛然，悠悠然，有一大无一大的，一会儿想起吃饭了，一会儿想起什么买东西了，是吧？一会儿想起看电视了，你这佛肯定念不成，死不到临头啊，能念成佛吗？对吧？所以这个刚才胡阿姨说这个女的，你比如说这个有老公有外遇，那你肯定是你心里肯定很恨呐、啊，是吧？肯定很着急啊，肯定很。这是很大的一种冲击，你能不能用佛号压住？这种情况你都能用佛号压住，那死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一点问题没有。所以正是锻炼你佛号得力不得力的时候，那你不得感谢那女的吗？他们俩扮演这一出，给你造成了这么大的冲击和压力，所以锻炼你佛号的能力，掌念佛的功夫，就在死当中成就，那你不得感谢这女的吗？这女的跟你先生下地狱，最后你去了西方了，这不得感恩吗？对不对？她有邪淫呢，她用自己的失败来成就一尊佛，所以真得，对吧？所以你要知道这样的话，她就到了地狱，她就很快上天堂。因为什么？没他俩搞婚外恋，你去不了西方，对吧？没他妈妈下地狱，婆罗门女不能成为圣者。婆罗门女成为圣者，他妈就从地狱出来了。所以你要真救你的先生和他这个女朋友，你就好好因为他们这个事念佛，你成了他俩修罗的佛。没他俩这一桩恶事，你能成吗？有他俩这一桩恶事，您成了，您成以后，我跟你讲，他们修了无量无边的佛，成就一位圣者。他们虽然去不了西方，因为他们不念佛，但是他们也能到天上。我们按照婆罗门女跟他妈妈这个关系，肯定是这样的。所以你看，一人成就。啊，大家全成就了。那物自暴，物自弃，《弟子规》上说的，圣与贤可循之。你只要不自暴自弃，你成了，所有跟你在一起的人，哪怕害你的人都成了，哪怕障碍你的人都成了。这就是这个道理，自他不二。你一旦因为人家搞婚外恋，你也跟着堕落、嗔恨、打击、报复、设置障碍，结果你们咣当一下全堕地狱，到地狱当中，那《地藏经》讲太清楚了。百千万劫出不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肯定是却割鸳鸯报，因为他老搞婚外恋，那你肯定就是那个就是嗔恨嘛，是吧？什么眷属斗争报，肯定是到哪儿去都是吵吵闹闹，是吧？所以读了《地藏经》就不能干这个，好好念佛，成就自己，成就他人，而且呢，要确确实实感恩，没他俩这一桩恶事，你不会好好念佛。你看这一念头一转就变成念佛的动力，哎，自己成了，占了大利益了，到了西方做佛做祖，他们俩呢也都成了，这就是转恶缘为善缘。对，是的，是得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因为他给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念佛环境。所以我儿子有些时候考不及格，43分、47分回来，真着急啊！刚刚上中学，一个摸底考试考成这样，那急啊！急的时候就得念佛啊，让自己摆正下来。那儿子这个考试考得不好，就是你念佛的动力，因为你起心动念了，因为你着急了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就好好念佛，一直念，一直念，一直把这情绪压下来。那你想，这儿子的43分、47分，不就是你念佛的动力吗？他这个坏的成绩导致了爸爸2个小时的精进念佛，你说他修了多大的福？那孩子有福他能身体不好吗？孩子有福他能学习不好吗？你听说一个傻子有福吗？他学习成绩肯定就会好，回向给他，这是真实的回向。你用不着说啊，愿以此功德回向什么，你不用，你就是说把你爸爸妈妈把你的孩子拉到你念佛的因地来。人家婆罗门女也没回向，
人就是为了见妈妈而念佛，妈妈在他念佛的是他念佛的动力，我们说是在他的因地当中为母亲念，他没有那些仪式程序，对不对？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一个废字都没说，回家好好念，没说上香磕头穿海青，没说的，对不对？也没说看光盘，也没说弄念佛机什么的，你就好好念佛，把妈妈拉到阴地，那你因为妈妈念成了，那妈妈一定沾光。那么你要是爱谁，你就把她拉进来；你要恨谁，你也把她拉进来，因为恨的力量相当大，你让你不能平静，他给你创造了一个氛围，让你心不能平静。在这么不能平静的状态下，最后你用佛号平静下来了，你佛号功德不就力量就力量了吗？那你这个恨，你恨的这人成就你了，他转念之间就变成恩人。就是化解冤仇啊，就靠这句佛号。所以在生活当中经常要这样做。然后我这次来香港，我那个司机，北京有三个航站的，我 T1、T2、T3，我是在 T2，他给我拉到 T3 去了，挺紧张的，12点1刻的飞机，都11点了。我当时我特生气，我说你这司机，你这不像话。虽然我学佛脾气好，你不能拿我那么不当回事是吧？几天前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这时候就得马上就得转念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觉迟，念佛回向给他。你看今天给你临走临走还给你来一下子，不行啊，佛号力量不够，压不住啊。那这司机不是菩萨吗？换句话说，你真要佛号功夫得力，他就不会给你拉到 T3，他就直接会给你拉到 T2，因为你就差这一点。都是真如对你的帮助，对你的用心，然后焕发你真如的体熏，这句佛号就是体熏的。我自觉就念佛，我克服啊。还有上飞机，说先生喝茶还喝咖啡啊？香港航空公司，我说我喝茶，是吧？他说你请把杯子放在我的盘上，我就放在盘上，放上盘他倒完水他走吧。本来就是普通舱，就不怎么给上水。对不对？你说上飞机的时候给我拉到 T2，拉到 T3，咱就不说别的。上飞机就这一杯水，好不容易，对吧？您半天半个小时你也不露个面，您露个面，你还把我的杯子端走了，真生气。然后旁边那个跳肚皮舞的那个居士，他一看我的手机，哟，发菩提心呐、啊，这是手机上那个屏幕，哟，哥，您是胡老师啊？然后他就聊上了，聊上了这个服务员端着水就走。我就没说话，他就端走了。哎，你怎么把人水给端走了？人家哦，对不起，那小伙子说对不起啊，那个香港人啊，他说你看胡老师多有功夫，人水端走了，一句话都不说。我说你哪知道我心里怎么想？心里挺生气的。你说这是礼拜一的事儿，今儿才礼拜五，什么胡大德胡老师根本就惭愧，根本就不行。真的，所以修行就是这么难，时时处处都知道他是真如对你的用心，你确确实实有问题，他才会把水倒掉。你没福啊，没有福的人你还用倒水吗？对吧？西方极乐世界，思一得一，思十得十。您不是没福吗？你看你没有人给你倒水，可能能成这样，给你倒了水还端走，还不好好念佛，对不对？这个世界真苦，对不对？没人给你倒个水，连渴的问题都解决不了，还不觉悟，那这杯水就告诉我们，这世界求不得。啊，爱别离，儿子去美国是吧？这个是五浊恶世，所以下辈子不能在这再折腾了，这辈子就这么着了，认了。就是银光大师说，出世间法是在世间法做出的，你这就很厉害啊！出世间法就是我们说的阿弥陀佛、西方极乐世界往生。是在世间法做出的，你把世间法做出了，出世间法就做不出来了。那印光老和尚说这句话绝不是忽悠你啊，要知道出世间法是在世间法做出的，就是你要首先成为世间的善人，世间的所有的冤亲债主都得摆平，啊，就在这世间的乱七八糟当中修清净心。你为什么你会在这个生活在世间，就是因为你心不清净，你才来到这儿。那么所有出现的现象都引起你的不清净，所有的不清净的心就引起这些乱七八糟的现象，互为因果，对不对？没你这个乱七八糟的心，你来不到这世界；没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，不可能引起你
不可能让你不知道这清净心，那这挺好吗？医正都在提醒你啊，要念佛啊，医也乱，众生浊，什么命浊、运浊，什么空气浊，是吧？五浊恶世，医正都浊。那浊，医浊提醒正浊，正浊反映出医浊。那你要是医药一正呢？医药一正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医一正，医不浊，正也不浊。正要念到西方了呢，正不浊，医也就不浊，是不是？就这么伟大，自他不二，医正不二。你说你别埋怨不孩子不好，埋怨不好是骂自己，有什么样的孩子就是什么样的爸爸，有什么样的爸爸就是什么样的孩子。您倒有那德行领导的好孩子，您不是没那德行吗？你骂谁呀、啊？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是家丑不能外扬，就是这道理。老祖宗说的特别对，你骂谁呀、啊？你外面先扬家丑，扬谁？扬自己的丑，自己做的不好才会这样。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明白的道理啊，就对佛号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心净则佛土净，你真的看了人家这个佛教的最甚深道理之后。这个上面说的是这个，若妄念息，六尘境界则息；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心生哗啦，这就顿现啊，十法界；心灭哗啦，顿就全没了，就和那个幻灯似的。那我要成了佛，怎么着，你们都不在了，在，但是在我的眼里全是真如。而且我还知道怎么帮你们，多好！你要真成了佛了，你在所有众生心里头，你看我没感觉到我在张大明心里头心不相应，我跟他的心不相应，心不自在。我深入不到你的心，其实你的心跟我是通的，但是我现在通不了，这就是这个。那大明他太太高血压，我没觉得我高血压。色不相应，他的色跟我的色不相应，我们就这么大障碍。你成了佛以后，所有众生的痛全是你的疼，所有众生的心全是你的心，他想什么你都知道，他哪痛苦你都知道，所以你才为什么能救拔一切险恶众生呢？因为一切险恶众生的痛苦都他都知道，他心相应，色相应，色就是物质跟你相应，你的身就是我的身，你的心就是我的心。你像他，你想什么不知道，所以为什么不能随便乱想啊？他悉知悉见，佛菩萨，别说佛菩萨，连鬼他都知道。他除了六漏尽通，他除了没有漏尽啊，不是六通六神通，他除了没有漏尽通之外，剩下五通他都证了。天地鬼神都悉知悉了，何况圆正自性的佛菩萨呢？你千万不要什么，我这事没跟别人说，这事就我自己知道。你别。他心相色相应就是八地菩萨，心相应九地。你说有多少菩萨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？所以千万千万不能，鬼神都知道，所以你把鬼给招来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那但是你一个善念就把那佛招来了，为什么？他知他这彻证你心性，他知道你想什么。那要这样干嘛干那傻事儿？想好的呗。想弟子规，想阿弥陀佛，想帮助别人，对不对？想善，你干嘛老想着跟人恨啊嗔？你去把那魔鬼全招来，因为他知道你了。哟，这人你看爱吃臭豆腐，马上把臭豆腐就给你送上来了，就这样的啊。所以你看印光大师文超，天地鬼神对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全明白。那佛就更厉害了，佛对吧？阿罗汉就看五百世，前五百世后五百世都没问题。啊，那佛菩萨彻证我心性者，佛也。彻证，你心里想什么都知道，不是你一个人的心的，所有人的心他都知道。所以你要知道这个，那念佛你就带劲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这一个念头就把他们全，他们都知道。十方三，所以为什么师父说这一句佛号供养十方三世佛呀？他们都知道，没有比这个让他们更高兴的，是吧？知道这个就要好好念佛啊！谢谢。